是他生涯第400场的初赛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，要考验二垒手了，反手拦截之后，哎呀，球又掉出来，再往三垒补救看看 ，safe。蓝哥，哇，这个球原本已经是一个 nice catch， 但是啊，接下来好像是要做换手的一个动作，球又从手套里掉出来。嗯，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播，这球也打得相当的强劲，看快要穿越，但是被他反手拦截，行进间准备要拿球，但球没有拿好。嗯，最主要是第一时间他没有接在手套的一个比较靠近甜蜜点的地方，就靠近虎口的地方，所以他最后要去拿球的时候，有点点没有办法把球拿得很干净。最主要是要忙着处理，因为这颗球来讲的话，打这个位置就够刁钻，而且张指导脚程又很快，你又不能够浪费太多处理球的时间了。